新竹市金城新村最早是由金门防卫司令部参考1950年美军顾问团宿舍独门独院开放式格局设计，于1956年新建67户眷村，当时称为金门新村。1958年823炮战后，再增建22户，共计89户，更名为金城新村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建村的经费则是利用823炮战中所遗留的大量弹壳皮出售所得。2011年配合眷村改建，大部分的眷户迁至原址改建的华夏金城。原金城新村则于2014年开始拆除。2015年保留金城新村的15栋建筑，登录为新竹市历史建筑。金城新村是金环部所属第9师、第10师、第26师、第27师、第81师及第93师等团长及以上领导干部及其家眷的甲级眷舍，故又被称为将军村。经整建后，作为将军村开放图书咨询园区使用，其他则是开辟为公园与停车场。将军村内设有一间展览室，摆设有全区的缩小模型，还有金城新村历年来的变迁历史介绍，还有摆放原住户提供的相关照片，相当的温馨感人。还有住户说故事的相关影音资料，相当的珍贵，让游客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，慢慢地回想、回味与怀念。那个，你是不会读书的，第三个，就是你的太听话，会太，但是我们村子里好像少。有些眷舍则利用作为定期或不定期展览使用，有些则改为餐厅。户外还有防空洞的遗址，新建的15森林公园。建议您有机会来新竹的时候，不妨到新竹高速公路交流道旁的将军村转个弯走走看看，明天会更好。阿Ben新竹市报道。